中午时间，忘记了吗？你的天职，忘记的，你的天职啊，你的天职啊！这奇怪，怎么打不到人？哎，在矿洞有人去哦，铁矿有人哦，哎，铁矿有人，小心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小心他死了，小心他死了，好，我会小心的，铁啊，我很小心，铁都，都没了，有箱子有，皮克，我要两个铁。箱子进了啊！你在干嘛、啊？蹲。我帮你带那个附魔台来。笑得那么开心。哈哈哈！刚才我叫上去了。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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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咕叽，又来了。家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家里谁在附魔吗？啊！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家里谁？有个在玩。谁呀、啊？现在他不懂啊！那第一阶段他想要挖什么啦？现在他不懂啊！我想说，你说有人进来啊？不是还没？他想挖个梦想。他想拿个东西、啊。在大洞里面。在拆玻璃。我想要拆玻璃。我下午时间了。回来挖吗？我在强化我们的防御。你选要回来挖吗？你可以先挖，你可以先挖。脆脆的不叫、啊。我要领个铁。哎、欸，我想要射我、啊。我家后面有 ID。你。不要射我啊！我们家后面 ID 要注意哦。好，我们还第一天，第一天而已。不，我不能够还有梦想。哪个地方？上面吗？毁梦，毁梦！坏，我跑去找你。你想这个，这触感是他已经打过来了。干嘛？触感！然后你在射我、啊，然后我就不理他，捞河豚。哎、欸，这感觉怪怪的。这应该不是剑士。触感不错耶！对对，我要回去。两格高的草，打掉，不需要。不需要草，你怎么了啦？打草你也笑，不进你也笑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哎、欸、铁柱那边又有人要来哦、喔！快点过去，快点过去哦、喔！小心哦、喔！干嘛啦？一个小心哦、喔！他已经跑来了。皮卡丘，快打他！十万伏特，快点！十万伏特，把铁偷走。他算冰头，哎、欸，对，那是我们自己的铁吧？对啊，你怎么是说霸凌人家？不是，我们刚刚一群人都要围上来。他到你家偷东西，当然大家会围过去啊。我们关心我们的矿物啊。对啊，对啊，绝对不是关心你啊！你怎么了？这个人怎么了？是吗？你都会这种想法、欸，乖乖的。他不被关心，他很开心。可以你挖一点吗？哎，哦，好。啊，你挖，你挖。好了，好。我要直接堵门口了。好。我们有人挖土吗？哦，哎、欸，我的斧头，我的盾，我的盾呢？走开！我的盾呢？你们要藏那个箱子吗？快你不要讲出来啊！不要讲出来，就可以，就可以藏了。你讲出来就没得藏了。讲出来有藏跟没藏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小三是裸露的。他们占卜会通灵到，对。嗯。对，他们通灵大师哎、欸，没有通灵大预言家，你们要小心。谁身上还有书本啊？没，那个我有一些，我有，我有，身上有。好，那食物。你要做是不是？我直接做。晚上喽，晚上喽，小心有鬼哦！好的好的，好可怕！你回去，我要把家里掏空喽，家里地板要掏空喽。外面是不是打得很火热？那个大营出下面有很多个金啊！我这里还有三个书柜可以用。我现在脑海都会另外一首歌哎、欸。书柜是不是？这父母应该满了。三四等父母，三四等。妈，想你干嘛？要坏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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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坏了，又坏了。不意外，不意外。你怎么啦？什么笑点？你的笑点在哪里呀、啊？停不下来的，还没唱到 Let's Go， 下嘟嘟嘟嘟嘟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有几个青金石吗？家里正面一些就好些了。啊，那红石也可以拿一点。哎、欸，刚刚挖的。你青金石也太多了吧？一对啊，你有矿工。家里有人要附魔，可以说我有很多的青金石。柜都被打走了。
嗯啊。哎呦，打书柜干嘛？啊，书柜没了。阿纪，哎，有那隐形的，隐形的。加了一个隐形的，那个我偷完的。走到后面了。好哦。在鱼那边是鱼，我偷到了一桌。下面鱼下面。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，他在上面。忘记了，忘记了。对面是。干掉，干掉，干掉。我们有点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什么想法？我们把整栋建筑物掏空，然后下面也掏空。可是这超花时间。对啊。在做啊。哦，你不是了。那我去掏掏空屋顶哦。应该也不用屋顶，就是核心以下。哎，怎么又有二只？家里又有人哦。有一个，有一个，两个。外面有掏，蠢蠢我先挖，我先挖。核心以下你要全掏吗？我先挖，有人来喽！好，干什么？这个红人不欢迎啊！我先逃好了，他好像打我。他没有什么装啊！我来了，我啊、来了，嗨，先把那个，嗨，恶魔台往后放。哎、欸，第二阶段，大家小心一下哦。哦，看慢点，看看。在家里还有人，哎、欸，哎呦，马上出发咯，准时哎、欸，挖一下嘛，对不对？马上就挖一下，就挖一下。哎，你怎么？哦，我打不到啊啊！我黑了啊，黑了啊！你怎么黑了？啊，爆了！你要吗？你在楼梯的下面吗？我要零铁了，干嘛？坐一下，真的有一个，能坐铁吗？你声音好小哦。抱歉，我觉得你要不要多做几个箱子来混淆室那个啊？混淆室混淆室厅，让他们开开开开开！哇、啊嗯、哇，抽奖哇哇，好厉害，太厉害了！一抽就大奖，这奖要怎么抽啊？我要去抽，我也要去，我要去拍家，好哦。哦，抽奖是要用什么、啊？绿宝石、钻石、黄金、黄金。那我剩五十几个金耶，我要去抽奖。抽起来！要跟谁抽？哎、欸，有人来我们家喽！好，自己人，自己人，这里，这里，这边。又是他，只想要书柜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他喷一堆荒物哎、欸嗯，这么穷，这不是我们的吧？哎呀，按错了，不是不是，哎、欸，帮我黄金。他好像就是想来偷东西的样子，就是想来偷东西。慢慢讲啊！我在用了，他一过来，然后就开始哇，对，慢慢翻，慢慢翻，给他翻。绿宝石我先带在身上，那实在太危险了，放在箱子。嗯，或是你要做个铁砖，放在副手也可以。我太衰了，我怎么衰成这样啊？哦，你哦，我看懂。你怎么帅成这样？你怎么帅成这样？啊？谁叫我？谁叫我？啊？啊？等下，这箱子，我这边的箱子，父母这边箱子有人拿吗？啊！绿宝石我拿走了。哦，好，你们原本有一组一组多黄金，再补一些绿宝石进去。我们有没有铁簪呢、啊？我把它带回来了。刚刚那个人掉一组。对啊。簪。哦，那应该是他拿的，因为我刚刚有先放一位。可能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啊？啊，我一翻就中哎、欸，我 是有运气有点好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哎、欸，后面是好有人。后面有人，发光一下喽。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没事，没有看到。哎呦，掉下来了。哪里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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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坏了，坏了，坏了。剑平给谁？给地板。哎、欸。我拉我了，怎么厉害？他们家，哇、哦，黄金好多哦！他们家这个超好笑的，我干嘛啦？因为他们下面是一个大洞啊，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全部掉下去也打不到人。原来是害自己人的、啊，有点蠢蠢的感觉。嗯，超好笑的。家里门口，家里挖出柜了，他挖出柜了，好讨厌哦！德在哪里？他是不是把我掉下去了？啊，我们是不是跟刚刚对面一样了？想赌，想赌，也掉下去了吗？啊、哦，一拳王三个黄金，赌十七个。欸、你在哪？没有黄金，这个厨师前面有。海绵。我只知道做个稿子而已。哎、欸，你的书柜现在是有少是不是？有少有少，有被挖掉一些。我去换一下。后面有敲刺哎、欸，甜菜汤。哎呦，南瓜派。
这里，这里。哎，皮卡丘过来了。皮卡丘？对啊。进来了吗？那个。他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皮卡丘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掉了。那我想要刚刚叫杨洋起火，妹子，嘿嘿是。小雨，小雨，你没穿衣服啊！你变态。不用啦，不用穿了。有爱沾光。穿了可以做什么？要去挖东西，要不要先买个蛋糕啊？哦，啊，我没有放几个啦，在外面。哦，聪明，我要移进去喽。好。哎，我这边有人，铁这边有人。完了，皮卡丘来了，黄金啊，黄金过去了，小心啊！皮卡丘很烦，一直过来，这里有屏障啊，后面有那个铁簪，皮卡丘逃了，下，来谁？哇，你拿附魔钻剑啊？皮卡丘又回来了，从正门，正门啊！我的绕后，绕后，掉了，进到你，他绕到后面，他绕到后面，绕到后面了。没事没事，里面我在酿啊。没事，我们都在啊。Ghost 他很烦哎，你。箱子里有翅膀哦，你只要找到就是你的。好可爱。你换到我们家屋顶好了啦。今天塞很多。我觉得你太可爱了。他逃了。我以前呐，我以前跑老累啊。我为了好几次他都那个逃掉啊。哎呦喂！我身上怎么这么多青金石啊？谁家的啊？我刚刚扔的。哦， oh, 我送你的。好，先回去放黄金。哎呀，蛋糕！哎呦哎呦！哦，你蛋糕干嘛一直弄我脚下？啥谁？啊！别放下，别放下！这箱子是哪一个？哎呦，让我挖一下嘛。黄金一放进去就不见了。我拿铲子把它打爆了。他们有人一直在挖黄金绿宝石。哪一个啊？这个。不要乱挖黄金，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皮克，你那边有铁吗？两根打，那个、会痛。三颗会痛，自己拿一拿，会痛。随便喷在地上就行了。精死，那个会痛啊！哪个就懂啊？怎样？这里，嗨，这里有隐形药水。会痛啊！讲不听。那个上过来，找不到箱子的情绪，问一下向导哦。这 OK 吗？我们一起干掉他。我在努力附魔。谁叫我？怎么了？谁附魔？我没有附魔啊。他是不是有附？有啊，附防弹的。我等一下也可以帮忙附啊，因为我现在经验值蛮多的。好，我没有。我们中路再打起来了。好。好。不然你那他自己等下，如果你有换经验瓶给我吧。我不小心打到他了。我吃饭。我刚下，我按右键没有点到左键，然后就啪就被打出来了，好猛！狙击！啊，你要干嘛？射死他们！外面有人啊！他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！你干嘛？他怕了！啊，蹲经验！没了，我没剑术。高高，好，家里箱子找一下，有很多红石。都在皮卡丘！皮卡丘在后吗？先打我！打！好了，他下去了。打下去慢慢打，是不是？对。打爆他们！到啊！晚上喽！晚上喽！刺客联盟出动哦！刺客联盟。就做事喽！做事喽！天黑喽！哎，洋洋，你要随时换位置哦！吓死我了！好。你是怎样被什么东西吓到换位置哦？因为我刚好在看背包，然后那个听到那个白色走过来，肚子要饿死，地上咚咚。妹子又来喽！换位置哦，他是要出去啊？好了，他走正门来了。你要时常更改密码。他又在挖，他又在挖了。哎呦，密码要换。对，对面会偷，会知道东西。哎呦，干嘛射一枪？恐怖哎！在赎罪，躲起来偷吃东西。家里怎么这么暗啊？在挖，那个还挖，那个对啊，那个就是要挖了。哇，那个漂移完全追不到，他超漂。他也很无助啊，他也想做其他事。哎，有没有要去对面的？在对面啦，那个标题好。我抽奖抽那个朱雀神盔耶，哎，是不是有人打我？嗯，对对对。我先塞在家里好了，太危险了。塞在家里。塞。我们要三。你先塞在家里是不是？三十
知道可以附里面看到我没经验吗？三组半，哎、欸，哇起来，哇、哦，有可以喷点经验给你啊，有点到了、啊你。你是不是没拿金镐这个速度？我拿金镐，哦。